虎年限定嘛，出了五个皮肤。那前几天呢，我都用了一遍。说实话，除了杨玉环的特效，我个人觉得有点拉垮，其他的嘿就都还行。廉颇的虎头大刀就很帅，还有就是孙膑的一技能的音效也很有感觉。再者就是鲁班的喷火枪，眼睛一亮。但是就这个被动特效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很难发现你到底命中了几下被动。还有就是可能是因为视觉的原因吧，总觉得这个喷火的弹道它没有平时子弹的来得长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，反正我会觉得短一点。不过应该都是视觉效果，那实际中的游戏的弹道它是不会有所改动的。那最酷的应该就是咱们虎年的主角虎哥。那这一次我敢非常绝对且主观的说，虎年裴擒虎的建模 YYDS。其次，它的手感和特效也是极佳的。那由于老虎有两个形态啊，它就跟李靖一样，一个皮肤装备快乐，而且总体下来的感受呀，是远超其他四款皮肤的。如果你是玩老虎的，那不要犹豫，必入，好吧？那这个我提前拿到这么好的皮肤，我不去实践装逼两把，我要这体验卡有何用？所以我就拿老虎的新皮肤给大家实战一局。这边大家注意看一下我们的阵容，这不过年了吗？那我就找来几个老朋友，给大家整一套虎年阵容，给大家拜个年。那这个素材是我们26号打的，但这套皮肤还没上线呢，想必我们这一套阵容必定能震惊对面一整天呢。哎，不是，对面怎么没反应啊？阿飞，你提醒一下他们吧。没人鸟我们啊！靠，这么不识好歹，给我干爆他们！就拿对面最强的法师开个刀。哦，感觉气势一下子上来了呢。